但高配又加了一层，高一些比较好看。别看我记这么快，其实我开了三倍速，这个花边挤出来真的很紧。一直有小宝问我裱花嘴在哪里入，俺是在红薯里微手工的店入的哦。每一个花嘴挤出来的奶油都很漂亮。发现给樱桃的梗加一点，巧克力果酱效果会更好。宝子们，还有什么在粘土中遇见的问题，都可以在评论区问我。欣赏下美美的复古蛋糕，拜拜喽。